呢度係一個很好嘅平台，俾我去更加進步自己啦。即係我喺香港一路都係踢緊港超聯啦，咁就一邊讀書一邊踢波，咁就完成咗四年嘅學業，都想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好嘅平台表現自己。咁希望可以嚟到呢一度係一個好嘅機會啦，咁就可以去表現自己。先嚟到中超嘅聯賽，我一定要盡快適應呢度嘅比賽節奏啦，同埋球隊嘅踢法啦。咁希望可以盡快取得呢個出場嘅機會。我覺得成隊球隊嘅球員都好和合啊，即係佢哋大家都係好多球員之間好多互動啊，就算係外援嘅球員啊，同本土嘅球員啊，大家都係有好嘅溝通啊。咁我覺得對我嚟講適應都會加快。識得講普通話啦，學好普通話啦，咁就上到嚟，無論係廣東話、廣州話、普通話或者英文，都係可以好咁樣溝通啊。咁對我嚟講，其實就幫助好大咯，即係可以盡快同啲隊友可以溝通到。